你要我先不跟你唠了啊，他让我下楼买菜去。行，姨啊，我先不跟你唠了啊，他让我下楼买菜去。啊，不是你背上胳膊没长腿啊？你让他大老爷们下楼买菜去啊？行，天天看电视剧，曾有曾有，你要老忙了姨。不是他家什么正事啊？那电视手机有什么好看的呢？哎呀，阿姨，你别说他了，主要吧还是怪我，怪我呀，没有那男演员长得帅。哎呀，我这长相啊，就是买菜的命啊，在这儿吧还得怪我爸妈，一点都不怪他，阿姨。怪啥？你一天你跟我把我气死。那玩意儿一样，你不能看了，他要找我唠唠。我打电话了，。怎么回事啊？就跟那个猪的样子。不生气，不生气。那以后上哪干啥？哎呀，那不用，那这让同事看也挺。你直接你看。看不上，看不上啊！你弄亏。真看不上，哎呀。那个我。老板，你看我。哎，这犯不上，犯不上啊，犯不上啊！你在干啥呀？天气爽，趁现在坐机场天梦。今天跟相爱十年的女孩分手了。你干啥去啊？洗水果。你帮我把袜子洗了呗。你有没有挣钱啊？哎，你来信息了。让我看一下。谁看你那破玩意儿呢？咋的了？没啥事。你到底咋的了？真没啥事。不是你听我解释一下，不用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。你妈嫌我没能耐，那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呢？我啥时候这么想过？你干嘛呀？你给我好啥呀？你哥给我换了。每次都这样，至于吗？就这点事儿。哎，什么叫我每次都这样啊？我经常这样吗？就是我妈的意思，又不是我的意思。我不想跟你吵，行吗？就是我也知道你也挺老大了，我不想耽误你。那我走行吗？我没这么觉得过。我感觉我自己配不上你，行不？预谋已久啊，东西都给我收拾好了，是不？你走啊，走你就别回来。走就让我走，能那么整呢？还差一样。啥？大刀还我！你他妈真有病啊你！就这样吧啊。披荆斩棘，还能说吗？情场失意，事业上必须得把那不就闲得没能耐吗？对不对？对。好钱，哥们俩打台球不？哎呀，走，对垫儿。那个我限额了，过去了啊。支付宝到账20万元。起来，那啥，那个。钱不着急还，不是我合计这个钱就算你充我会员了。哎哎，别报狗。哎爸，会打篮球吗？快给我姥爷也带来。来，好兄弟一辈子。你咋还不走呢？啥那啥？
就约了个面试，我也不干了，完你今天吧，你人来搁哪儿呢？去女是有公司面试，表挺好，给我就行。哎，面试吗？对啊，你们部门的什么呀？那个不面吗？不是，干啥闲着闲着来？行啊，不适合我们公司。我咋的了？不是，挺适合。你看这电话号码，电话号码挺板正，是我报的号。你谈过恋爱吗？不是，你这问题问你，这是面试。可不咋的，这有关系吗？嗯，没谈过。你怎么样？通过了。啊哈哈，我就知道我能通过。你看对啊，你通过。哎，不是，这公司呢还是得有点人脉，公司大。哎，嗯，你给我来，有点资源啊。剪辑会吗？我可以学。会拍摄吗？是会拿手机拍点小视频啥的。你快30了，啥也不会。不是，学徒一个月1000，我能干吗？你这不纯骂人的吗？我哪个工位啊？他正是员工，你跟他吧。幸亏幸亏，这就是你人脉啊，一个月1500。哎，你这啊，咋的了？你不要以为来我们公司就能满足我啊！你这什么人呢？你这，哎，好好干活啊！哎，几点下班啊？8点。送你回家。行啊。当着丈母娘面跟陈代言，那个今天晚上不回来住了啊！我出去了。那个，我身份证呢？郭月，你出去拿身份证啊？啊，有用。快来。你看你身份证啊。每回有你藏点，快拿充电器。还拿充电器干啥呀？那个什么，家里有事情没？我不知道，你拿时间干什么？坐在这儿呢。哎呀，讲究卫生，你让我多埋汰呀。哎，我也要出去了吗？我出去了。你出去干啥呀？我家里太无聊了。你好好陪陪你妈妈，去吧，去吧啊！我走了啊。哎。雪下的那么深，下的那么认真。我就看会儿 WBA 比赛，你们跟过来干啥呀？那这是正事儿啊！给我鼠哥这盘彩啥的。我也要看，输了跟我回家哦。那要是赢了呢？赢了，我上一次跳舞。帅哥。我给代摇扇风呢，他不扇睡不着。嗯，不是热，咱就有空调打开。小点声，阿姨，那空调那风量吧不好，扇扇着这自然风他得劲儿。妈呀，你给他惯的！来来来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别睡了，干啥呢你？妈咋的了？还咋的了？你睡觉你让人给你扇扇子？谁用扇扇子？他这不一直给你扇的吗？我没让你给我扇扇子。你不让我给你扇的吗？喂。你干啥呢？那怎么我给你扇风你还踢我？我不给你扇风你还踢我？那到底想咋的呀？妈，我没让他给我扇。不是，那你不让他给你扇，他傻乎一直给你扇。那你吃饭咋不让他喂呢？那啥，姨有时候也喂。别瞎说，你扇他吧。你就赶紧的啊，你赶紧起来，把菜给摘了去。这大白天啥也不干，一天天跟睡觉。哎，姨你瞅他。哎呀！